是沉寂，那里空气充满灵气，雪白明月就在大地，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。你说真心总是可以从头，真爱总是可以长久，为何你的眼神还有孤独时的落寞？是否我只是你的一种寄托，填满你感情的缺口，心中那片森林何时能让我停留？那里童年总是曾经，那里空气充满明星，雪白明月照在大地，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。或许我让你平静的心再次恋你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，我想拥有你所有的一切。该是我不该问，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我们那个我的明星好友的团哦，这个是最小的吉他天才玉成，来跟大家说 hello。 他其实是我一直巡回演出的吉他手，但今天因为玉成在，所以他变成贝斯手。 Johnny 来酷哈，来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潘美辰，欢迎收看我的明星好友，给你不一样的天王天后，诉说不为人知天王天后背后的故事。今天说实在，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行头呢？因为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比较特别，在我的印象当中啊，他曾经说过他喜欢摇滚，他也曾经说他的梦想是歌手，但是有时候梦跟现实有距离，但是他不是因为没有圆梦，而是梦太多了。他现在成为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位非常幽默的一位主持天王。他是谁呢？就是才华洋溢，令人嫉妒，现在又唱歌、主持、创作、导演，统统一起来的跨界圆梦天王康康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 Joanna Moon， 今天我要来访问大家对康康的看法。Let's go。 Hi guys。 Hi guys， look， I want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。 你最想要看到康康模仿谁？模仿张飞。张飞，张飞。你期待他跟潘美辰有什么样的合作？ Movie。 拍电影。康康现在是导演哦，听说片子在新加坡有上演，台湾还没有上演，所以我们想要看电影。你知道康康吗？拥抱着甜蜜回忆，珍贵却都不值钱，计算着他的梦想和现实之间，该不该就此妥协。I was dancing half an hour. Okay, Jasper, you know who is Kan Kan? Everybody knows Kan Kan. Everyone knows him. Hi. Hello. You know who is Kan Kan? Yes, I know. I know. You want to see Kan Kan 模仿谁？
我希望他可以模仿一些目前在线上的一些政治人物，然后他可以把他人生的一些深度经历，然后把它转换在这些模仿上面。对，不限人物啦。对，我觉得政治人物我蛮期待的。对，希望在歌曲的创作上，还有就是一些音乐的激荡交流上，我觉得我很希望可以听到这样的不一样的声音出来。你想跟他说些什么？再来一次。我希望你的女儿可以很平安健康的长大，然后就是你很期待的事情都可以成真。梦里爱有出脱，我的艰苦
请坐。到现在你才加入这个主持的行列，实在是太晚。不会，做什么事情我都不嫌太晚。是。他大，你一条歌叫做《孙啊》，你都爱他切。这条歌听讲是阿毛。哎，阿毛老师他的创作。然后我。你给他唱过来啊。哎，本来是他写的，他唱给他的孩子嘛。谢。因为我跟阿毛算是，都是从高雄到台北来奋斗的，以前还住在一起。我刚我听的这条歌，听到这首歌，我就啊太感人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可不可以让我来诠释这样？其实哈，我对康哥你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说我们没有真正的交流过，但我总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。其实刚才你说北上，那也就是说你是从高雄哪里？高雄对吧？嗯啊，你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你的真正的家庭背景，可以大概聊一下吗？我在十几岁时候就是唱歌，民歌。哎，对，民歌像讲哎台北黑木船一种所在。哎，对，跟一个好朋友叫做庄严照，是是，我们两个取名叫康庄大道。一庄嘛，一个团。哎，那个时候还没什么优客李林，还没有什么凡人二重唱，我们就在搞这康庄大道啊，道是强盗的道。哦 ，OK， 啊，你其实你讲你出道到今嘛，其实已经是，如果演艺圈来讲，应该是17年。我感觉你是摇滚派，我一直感觉你是唱摇滚的。啊，以前有了，你有很多的摇滚的。那年代都是留长头发嘛？对啊，对啊，就像宪哥讲了，宪哥说他的头发留到腰部，哎哎，我说那也没有很长，因为他很矮。开玩笑，我们中立。你讲话拢就好笑，我知。啊，所以讲哦，你其实是为什么先唱歌，尾啊转主持？咱先来讲唱歌这一个，就是讲你是唱民歌啊，后来是谁发现你可以到了这个？没有，后来我是主乐团嘛。哎，那主乐团组一组，刚好1997年有一个上华唱片是 Pop 英雄会，是，就是所有的台湾的乐团都去比赛，是，然后我就报名去嘛。那他们第一届是有迪克牛仔啊，动力火车啊 ，OK。那我们就说，哎，经过了一年以后。觉得动力火车、迪克牛仔都发展得不错，是表示呢，这个唱片公司它不是骗人的啊，对，以前有很多说要你去都会报名费啊，对啊，参加报名费，对啊，然后我就后来就去参加比赛，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原因拿了冠军嘛，拿冠军以后他就有一个可以出合集的机会，谢。然后那一年我们的主打歌是《如果还有明天》。刘伟仁老师，对，然后我们那张专辑还有林小培，是高慧君，林小培，还有高慧君，然后还有我，这些人都算是很会唱的，同港铁了，是。然后后来就上节目去，那个时候的动力火车跟那个迪克牛仔，对，他们上节目就是比较沉默，哎，卡北，因为那种摇滚歌手，卡北爱恭维，对。然后后来唱片公司主管是那个许常德嘛，啊，许常德哈。然后那时候龙兄虎弟最流行，我就是要讲这，我的印象来说，你就是你去上个节目，他就叫我去。那龙兄虎弟，你去上不是说你就来上，你要
有一个什么才艺表演音乐教室嘛，那我就去模仿，就一个礼拜去模仿一个这样，那模仿到最后是许常德说你不要去了，因为你一直去搞笑，就已经把你真正的形象，你本来是一个摇滚歌手，结果让人家觉得你是综艺挂的，哎，然后就后来是说，那你到底是要搞笑呢，还是要唱歌？啊，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受转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让观众先喜欢你，再来出唱片也没关系。啊，但是你几访问啊，你做主持，你搞笑以后就屌顶了，对不？就那个形象就变成，因为你太好笑了，变成哎呦那个心目中哦。那个康哥给我感觉就是很幽默，你知道你讲过什么笑话？在你可能是在龙兄虎弟讲过那个笑话，我一直记得。你讲叫人讲卖伫个外口，青菜怕囡啊，我带你怕。不是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。对对对。那时候有一个唐娜嘛，唐娜，唐娜，她最喜欢跟飞哥演离婚记。OK。他不是前面都讲一大堆，然后我要跟你离婚哦。哒啦。然后有一天，飞哥说：“哎，那康康你跟唐娜来演离婚记好了。”然后呢，可是你又没有什么条件跟人家，像你这种长相长这种脸，人家一定会跟你离婚的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不要乱讲，我出去都不敢乱打小孩子，怕打到自己的骨肉。”是这样吗？我讲的就是这个笑话，因为以前他们这个我们的前辈，他们有一个就是说，例如说杨凡，他是方圆百里不留活口，宁可错杀一百，也不会错放一个。对，但是像郑敬一那个，只要人家跟你女生跟郑敬一在聊天，你就要跟那个女生说，快逃。赶快逃！啊，你讲，不要错杀任何人。啊，为什么尹东伯对我做什么代志哈？我们是掌握。你可能穿太多了，哪有谈话性的人穿这么摇滚？拜托，多简单哎！其实呢，人的内心哦，跟外表是不能成比例。在我一说，其实我内心是很……啊，但是你结婚都唔免讲哈。啊，所以讲你当了歌手之前，是因为有没有什么梦想说？我要做歌星，因为我要好处理较好谈那些，较赚钱那些呢。其实我很向往，就是演艺圈，我从小就很向往。可是我那时候是想要当什么李小龙嘛？啊，成龙那种。是啊。哎，男生嘛就喜欢。啊，但是你有没有功夫底呢？没有啊，到了国中、高中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很流行秀场。就蓝宝石啊，喜相逢，在我们高雄有没有？我就下课就会去那边排队，那一张票大概要300多块。是，哎，我是那时候每个礼拜去看秀啊，所以你然后就慢慢的就迷上了，看到一些，哎。康康在做公益这一个啊活动里面，他帮忙我很多，那么帮忙弱势团体出钱出力，那么还有啊，他找了港星吴孟达，他跟吴孟达讲说周嘉丽有在做公益呢，那吴孟达从香港哈拿钱到台湾来捐给我们的弱势团体，这一段我非常的感动哈，我要跟康康说一声。阿纪哈，英文的钢侠力。康康自比刘德华，模仿唱歌一模一样。对。没听过，正在表演。好，拍手，拍手。因为长得像，我太太到现在一直以为她嫁的是刘德华，她说我像。你自己的心目中哈，你比如讲好，你进了演艺圈，你本来被当摇滚歌手，结果变成主持人，啊，你变了主持人以后，哇，现在又变成是说，等于是又是属于的综艺搞笑天王，对，啊，其实这个梦跟你前面有没有关系？有没有说差太远啊？比如那边安呢，那边安呢，结果变成安呢？其实都没有哎，例如说我先去主持嘛，然后搞笑嘛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康乐鼓掌。康乐鼓掌就是都在带活动嘛，那学校也有演讲比赛啊。行，哎，你看我讲话这样，我还可以演讲比赛。
可以啊，你讲话慢嘛，所以内容就不用太多，但是讲话很清楚啊。对对对，又搞笑，然后话又清晰。对对对，然后因为看那个秀场的就知道说，哎，这个笑话它的点是在哪里，要怎么讲。谢谢。就是从那边思考。所以你的反应，其实你若要做歌手嘛会使，你要做主持人嘛会使，你要就算要做当导演，什么拢会使。啊，你我想问你，你最近咱的未来一个新的节目？哦，对。啊，这是什么节目？我们未来新节目是我跟罗时丰，叫做《我是美猴王》。好，然后是美猴王的艺术是喉咙的喉。哦。就是谁参加比赛？每一个观众都可以来比赛，全国的。而且比赛哈？不是，我们是比赛，我们不评分，不比赛。基本上，例如说有一些单亲妈妈，是，她今天来，然后她就可以讲说她卖包子，然后抚养孩子长大，然后她儿子要来唱一首歌送给她，就是那是有故事性的，给一般。算是说老百姓一个机会，对对对对，一个圆梦的机会啦，是不是这样说？对对对。啊，我听说吼，制作单位说你们在录影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录了哈，录了，而且是礼拜一到礼拜四。礼拜一到礼拜四。哇，然后每一次要录五集啊。听说你拢安尼徛定呢，你徛定你拢无坐定无休困，啊，那有人要唱歌，你就尽量让他发挥。不是，这个是一个感觉，例如说他在唱歌，来唱歌的老百姓。素人，他们不一定说唱得很好，有时候会破音嘛，有的会跟不上节拍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啊，那他就紧张啊。那如果两个主持人站在旁边，他们会比较不会那么有安全感啊，甚至说观众转过来。有看到罗时丰，看到康康，他也觉得哎，这个节目未来嘛，要不然他一转过来看到一个阿伯啊在那边唱歌啊，所以啊，这刚逢来先生高着几台款哦，哎，所以你意思是讲爱好人怎样讲这是未来综艺节目，那个质感还是要出来，所以你就爱一直等下，但是对你来讲是你家己决定讲徛底下，你嘛无讲。制作单位给你安排，没有，就是有时，就是为了要让节目，有时候制作单位说没关系，还是休可以休息就叫，啊，我们是敬业精神的，你知道，我平常叫我表演2个小时站着，我已经很累，5个小时是一天里面最少，不止，没有，我第一次录影。他说在桃园嘛，嘿，那我们桃园开车过去也要1个钟头左右，对，所以他8点要到，行，那我就6点半出门嘛，早上6点半出门，然后我回到家已经半夜1点，好，哎呦，对啊，这样录影其实很辛苦，但是对你来讲这是你的兴趣啊，有孩子要养，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对，哎，有这个压力吗？当了爸爸之后，就是你都是甜蜜的负担。就你再劳累，你回去看到小孩子睡觉啊，流口水，你也觉得很可爱，很安慰，很安慰。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，除了看我们的节目以外，一定要来看康康跟罗时丰。11月10号，对，开始。OK， 每天9点到10点。因为我其实每次都在演出啊，我都是面对我在台下就是观众售票的人看着我啊，但实际上我没有真正接触人群。其实我今天刚刚跟长官聊天啊，未来长官，他看了我们桃园那集，他哭了。哎呦，哎，有一些是哦，有一些有一个妈妈，她来，她就唱歌，然后就说为什么唱这个歌？她说啊，她是一个。也不是单亲，她的老公出车祸，然后变成植物人，然后植物人就躺很久，后来醒了以后啊，只剩下3岁的智慧，就是智商变3岁，然后他又要赚钱去养2个小孩，然后养到大学，现在女儿要结婚了，女儿有来现场就说：“妈妈你辛苦了，我爱你。”哇，哦，那个感觉很。然后我跟罗时丰就受不了了，不知道怎么办啊，就很感人。然后这个时候制作单位就拿面纸上来，他是要拿给那个妈妈啦，结果啊，我就在那边擦，大家就又笑了，因为有时候觉得
不要把这个气氛弄得太悲，就是也不要说不能到那个谷底，谷底啦，我带你 keep 起来啊，我就是还是搞笑一下啊，人家喂，人家是要给妈妈擦眼泪，你自己，我要洗鼻涕有没有？洗完鼻涕再拿给妈妈，啊，妈妈哭也，妈妈哭也笑了，就是要这样子。我知道，但是不是我们的出发点是要你讲的，你现在做主持人就知道。但是有时候观众有的不懂会说。啊，人家在那边那个，你干嘛这样做？对啊，还在那边搞笑啊！你都一点良心都没有。有时候观众会误会，会体会得到。为人看有的看无了，看无了，看的看无。啊，其实哈，这你来上我们的节目呢，有很多的好朋友录了 VCR。哦，真的？要讲一下你。哎呦。对你的感觉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哦，康哥，我认识他久了，他从学校的时候就是学校的。很丰盈的那种风，就是康乐的成分的同学，还会在学校的那种活动里面去表演。然后认识比较常常见面的时候，就已经是在工作 pub 上班了。他的表演应该都是座无虚席的，可是大部分来看他的都是要来听他讲笑话，因为真的很好笑。整个气氛会，他跟其他表演的团在 pub 里面表演团是差相当远的。那所以这个也是他，人家常常忽略他的歌唱实力，因为他的笑话盖过他了。不过你看他好好唱一首歌啊，是，他的情绪表演跟起伏是非常戏剧化，所以他非常有这种表演天分，非常有这种表演天分。然后我们来台北的时候，一起分租一个雅房，就是两个各自的房间，然后中间一个厕所，非常非常小。我的房间还没有摆床，因为摆不下，只能睡地上。然后，他有一些创作，他的创作哈，虽然他不懂音乐，不过他的创作是很直接、很感性的。那么我只是用一些。我懂音乐的一些方法，把它工整的，把它敲得比较工整而已。事实上，尽量是不要去动到他的作品，因为创作这个直接是最重要的，直接。那他的作品很直接，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要尽量保持他原本的创作。那这么多年，他也开过那么多节目。现在也要一个新的要开，我觉得以他的才华，应该是会，我也很期待看他的节目，因为真的很好笑，而且他的反应啊，应该是，我还没有看过几个能够反应跟他差不多的，所以我跟他工作你要一直去 follow 他，因为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，一般人可能。还没想这个问题都还没想到，可是他已经想到下一步了，所以跟他工作会，要反应很快，你才能够 follow 他，才能够猜得到他想什么。那他现在开新节目，我祝福他收视长虹，我也相当期待。嫌潘美辰演戏太搞笑，康康下海演戏遭调戏。你这是无听话呢？你该找出来一个假自己的查某。什么？哎，我赢了。哎，你搞定了吗？我搞定。你这个是导演乱演嘛？那我来演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唔知你搞一只波。我怕痛啊！我又不是笨笨。啊？笨笨才喜欢黑人哦。对。你现在主持，然后歌手，今嘛你另外一个就是导演，嗯，你现在是导演，你这个戏是自编自导自演，哎，当时上映，1月16号，刚美在公关于什么？我怎样美在公告？关于诈骗集团，诈骗集团了呀？你不觉得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诈骗集团吗？包括你的一些朋友，这常常会，例如说他跟你搞你多回啊，他就是诈骗集团，搞你借钱借嘴，啊不行，有时候又要再借啊借就要说谎嘛，我知，说谎就变成说他就是一个，哦，你就演这种的故事，就是说
剧本嘛，写立下来的，自己写，从头到有没有很真实的？我本身常常被骗，我在想那应该你是朋友讲给他借钱借钱，拢无还，都没有还。那我妈妈也认识嘛，就问说啊，那个朋友怎么好久没有来家里了？因为欠钱他不好意思了。啊，我们找他，他以为我们要跟他要钱。啊，但是你其实你然后妈妈就会说，哎那。最近都没来，我就说啊，他生病了。哎呦，你还替他讲话？哎，他说那妈妈讲，妈妈就问我说生什么病？我说失忆症。哎呀，就请你别记啊。哦 ，OK 啊。失忆症。啊，但是公姐，你对这种朋友你的看法是讲？啊，有时候是想，人家欠我，总比我欠人家好。阿力公当导演，我有一个小要求。我想当演员啊，我宁可跨界当歌手嘛哈。你有演过戏吗？没有啊。啊，我现在就是说，导演，你现在看看我的型哈。我的型虽然是很摇滚，你知道我小时候梦想是什么？我想当 FBI。啊，我常常在等哈，导演找我演的时候，我都会告诉自己，我要演那个警察就对了啦。哦。啊，我今晚想讲哦，我今晚来演一个什么戏哈？啊，你来帮我看一下，你觉得适不适合？啊，我今天也特别哈，知道你现在是导演身份，我把那个道具啊、导演你啊、大声公全部请来，来，你来帮我看一下戏，在我们节目哈，一定要让所有的观众知道你不为人知的一面，也要让人家知道我有多搞笑的，对吧？导演，导演，来了，修理不来。啊，来先演员先啦，我是 FBI， 然后有一个土匪夹持一个女生。土匪，你这是高中的哦、喔？我没讲啥歹徒啊，强匪歹徒啦，歹徒啦，歹徒哦，歹徒啦，我没讲土匪是高中啊，是哦，歹徒，然后勒一个女孩子啊，然后看我怎么样解救这个女孩子。好啊，好，我来 NJ， 好，你来看好不？啊，我们来先选一下人，有没有谁？莫莉算，莫莉算，这个年轻的这个，这个小姐很害怕，对吧？如果劫财的时候没有，还可以接受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临时来摘，来上台，上台，上来，上台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这个女孩子看起来就很瘦弱，被人家夹持是正常的。爱吹歹徒吗？哎，歹徒，土匪。哎，我是哈，我是无迄个种族的迄个，但是我今麦对一个人特别好奇。Can you speak in Chinese? Can you come in? Yeah， 我可以请他吗？可以啊。他应该国语比我们还溜吧？啊，台语嘛，工作蛮认真哈。可以啊，可以。你来演那个，就是你半夜回去遇到一个女歹徒啊，然后哦，所以我现在是有，我现在是有被挟持的，不是啦，嘛是一深夜回家啊，等到你啦，好来哦，来5 4 3 2 ，Action， 不准动。我要劫色，代表我要劫财。等，救我！你是谁啊？你怎么会勒他？啊？我是歹徒啊！你是歹徒？看不出来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劫色，对，我要劫财。你要劫财哦？对。等一下哈。好。哎，我要劫财。救我！啊？我哎，那你现在是怎样？我跟你讲，人伊已经要劫财劫色啊！啊，你怎么还在那边？人要劫财劫色，我跟你讲，我是 FBI 哈。通常的电影都是这样，伊要劫啊，我就爱讲啊，没事没事，啊，伊就会撸来撸派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是有头脑的，动作不写塞伊，不行啊，没事啊。你要往剧情走，一般一定是。嘿嘿嘿，要很紧张的，好了好了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导演，你不要冲动，你不要乱来，有事慢慢讲。哎呀，慢点慢点，我过来几拜哦，过来几拜，好，来 ，Action， 不准动，我要劫财。你觉得他有钱吗？他什么都没带。对。他钱是藏在哪里？不是你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导演说要我讲，不要冲动。来，你有什么条件？来，什么条件？我跟我的长官说，快，什么条件？我要现金200万。啊，你给我上面两，给我上面两。你好，我姓朴。哦，朴啊。龙共。朴龙共。龙共，对，朴龙共。哦哦。对。喂，哎，你
是不是普龙宫的阿母啊？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普龙宫哦，真正是吼，伊就真正是无听话呢。伊该走出来，还个夹持一个查某。啊是哦，你要叫伊听，等去食饭了。哎，你等下，哎，你阿母找你。我妈找我谁？哎妈，哎我阿英啦。哎，你家听有多少小弟哦？你这个是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是导演乱演嘛？导演，你在听我？你第一次见面就知道对方的妈妈的电话？不是啦，我跟你讲，我为什么要讲妈妈？因为通常歹徒吼，什么人都唔惊啊，想惊一定是惊家己阿婆。讲到妈妈会甲乱讲，搞不好伊搞进弄着妈妈是啥物人？你家讲的这伊本来哇两公，你触动到他的。拍摄，我讲的，你想演没啦？我不要演啦，拍摄啦，跟我一拜啦，跟我一拜啦。好来 ，Action， 好来，不准动，我要劫财。请问，不要动，不要紧张。请问这小姐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辉。阿辉，你有男朋友不？就是因为你有男朋友，伊唔才要假扯。你讲你无，你讲你无。我无啦。伊无男朋友，你就提起用吼，用完改袂掉吼。不是，你不要紧。喂，没有了，我要现金啦。我很挑哎。爸爸，你凶吧？歹徒说他也蛮挑的，他喜欢丑的。喂，不是，那我来演啊。来，但是。干妈，这个景蛮好的，不错哦。让我享受一下。好，来，拍谁？来，5、4、3、2、1 ，Action！ 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！不要！我救我！我唔知影你介意直播啊！我怕痛啊！不会痛，我又不是范范。范范才喜欢黑的哦，对，也对。没，我不劫财，我要劫色。要变成道具了。最后一定把你演。最后还有一次。最后来，最后一次。Action！ 不要动，我已经讲很多次，我要劫财。讲很多。对，咬下去，咬下去，咬！你先收下吧。我叫你下去，不是这句话刚好讲好是要下去，你怎么下去？要下去，好。好了，下去了。哇，这么简单的一个剧情，最后才理解。老师其实也是很中意的哈。应该我比较内向了。我知道，我好像看过他表演。原来我看过他。你说他很搞笑。上过康康的节目，肯定。你要不要表演一下什么？那就带来一段水上芭蕾了。啊，这是。好吧。这是陆地了。陆地。哎呀。对，那个，来，现场观众站起来，现场观众站起来，跟走，拍手，嘿，拍手，来，右脚准备，右脚，左脚，再一次右脚，会不会？哎，美神姐会的很厉害的哦，我们待会要加上转圈哦，准备了哦，右脚转圈，右脚转，摆 pose， 耶。感觉有那种 NONO 的味道，对啊，有感觉原来他有人说过那个 NONO 是都学你的，啊，你真正的身份，欧弟说我是那个黑人版的 NONO， 谢谢。康哥呢是一个让我非常意外，在演艺圈有这么认真努力用功的一个搞笑艺人，原来做主持、做综艺，然后当搞笑艺人还是有功课可以做的。那比方说他会带着我去他家看录影带啊。好，所以大家不要误会，就误他的录影带，他的 DVD 都只有颜色的，好，他有很多是飞哥的作品、瓜哥的作品、他自己的作品，好，宪哥的作品这样子，然后我们会一边看一边讲人家的逻辑是什么，怎么样的节奏才是对的这样。那所以我很荣幸，然后也很高兴，在才刚进圈子就遇到了这样一个朋友。如果安排搭经济舱，康康爆料心理。小董，哎，他说他一个朋友。我最主要只是要告诉你，做演员不容易，做导演很轻松。你知道为什么做导演坐在那里觉得好跟不好？其实公斤的啦。但是我觉得。
我呢，就是出道到现在，大概我会的东西啊，在这十几年综艺节目啊，大家都看过了，所以变成说做导演的话，我等于是重新学习新的东西。谢谢。因为我拍的不是很好，所以要靠这个后制怎么让它，但是因为一般后制大概半年就做，可能我做了一年。既然呢，我们刚才讲话讲那么多啊，其实我们两个啊，在这个节目上啊，一定要一起来共同唱一首歌曲啊。但是这条歌其实我不要唱，我只能帮你伴奏。可以啊，好，我来打鼓，打鼓啊，对我有自己的 band 啊。好，所以我来当鼓手啊，你来唱这首歌曲。好啊，圆梦，好不好？我等于当了导演，也是圆了一个梦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来唱这首歌曲。圆梦，来，圆梦，来。离开的那天，写在心上面，赚了些钱把你接到这边。在异乡的夜，承诺会想在每条街。真香的泡面，戒掉的香烟，没有工作只好努力省钱。我又想起你的脸，想起我戴的卖掉的你送的纯金项链，拥抱着甜蜜回忆，珍贵却都不值钱，计算着我的梦想和现实之间，该不该就此妥协，拥抱着难言胸口的苦，还拼命地追，在见你之前，忍住不掉一滴泪。离开的那天，写在心上面，赚了些钱把你接到这边。在异乡的夜，承诺会想在每条街。真香的泡面，戒掉了香烟，没有工作只好努力省钱。我又想起你的脸，想起我戴的卖掉的你送的纯心项链，拥抱着甜蜜回忆，珍贵却都不值钱，计算着我的梦想和现实之间，该不该就此妥协，拥抱着难忍胸口的苦，还拼命地追，在见你之前，忍住不掉一滴泪。我现在学习，我跟你分哼啊，哎，分享啊，好，分哼啊，分享了，好了。如果每天要出门以前，我都会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？或者是我要去表演以前，我都会做一件事情。来，我要听，就是催眠自己。啊，那譬如说呢，就说我今天出去，我都不要生气，
我不管遇到多么难搞的人，我都要面对，然后好好的跟他相处。不是，因为你在 pub 里面唱歌，有时候我去表演，他说，哎，过来我们这桌坐啊，哦，这个过来敬一杯啊，哎呀，啊我就会拿酒，哎，你好你好你好，然后拍那个唱完歌就说啊，所有人都要找我拍照，我说好好好，来拍照来拍照。就是这样，这个心态哈，我很欣赏。我跟你讲，催眠自己了。你所谓的催眠是说催眠，其实实际上你是给自己正面的能量。你知道，我其实我现在反而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但是现在这个要求可能是在我跟你一起出道的时候的一个画面了哈。嗯，你在那个龙兄虎弟的时阵哈。你那个时候不是讲那个笑话以外呢，我常常看到你，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你很会模仿哦。想不想看康康哥？我跟你讲，也许我这个要求，在你刚才讲说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再碰到更难搞的人，我都要忍受。所以我在说，我今天在讲，我是不是要求太大了？不会了，只是说，因为这几年比较少模仿，就是会觉得说。好像我们都是模仿一样的东西，怕观众会腻。不会吧？对，我跟你讲，其实对模仿这件事，我非常排斥，是因为我永远觉得我模仿不了。我反而觉得我当主持人以后，我觉得我什么东西都想学。嗯嗯。你可不可以几样东西，然后让我看看我学不学得到，好不好？你要学。我知道我学不到，但是我对这个模仿。这个真的很有才艺，我也想看一下。来，康康自比刘德华，模仿唱歌一模一样。我太太到现在一直以为她嫁的是刘德华，她说我下巴很像刘德华的膝盖。回忆已经没有意义。林峰的特色先讲一下。好嘞，他一定是戴这个帽子嘛。对。然后他嘴巴歪一边嘛，对，要这样。那他 O 型腿嘛，来音乐来。各位亲爱的观众，在下林峰，林峰的林，林峰的峰，为你演唱《船歌》。喂，风儿呀，吹动我的船帆。船儿呀，随风荡漾，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！哇，我学大概是这样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帽子一来，应该帽子一来我就。哎呦！来 ，Michael Jackson。对。哎呀！好啦。无啦，我未。对，其实同样的道具哦，可以模仿那么多。对啊。还有，来，还想继续干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，别为我哭泣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下着雨。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，他唱一半还要跟后面的挥手，大概是这样。这我来试看麦，哎，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。没要啦，我没要，我不会。不容易吗？不容易，而且他会唱到一半会自己旋转，对呀，然后再转回来，你然后再退两步，模仿的惟妙惟肖嘞。刚刚你知道吗？他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太厉害了，我会不会太过分？还有吗？李宗盛啊，哦 ，OK， 好好好好好，西口。
爱情它是个难题，叫人目眩神迷。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。我对自己，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。哇，是这个，好特别，这个，好特别哦！哎呦，肚子的扣子掉，啊，开了，扣子掉了，有没有关心？没有看到吧？还好不是那个拉链那个，没关系。你知道曾经有过那个刘德华他说，他跳舞的时候，跳跳，突然发现拉链没有拉啊，他突然很快的，看得到，那就这样一直卡，很厉害哦。那讲到刘德华，我也来一段。哦好，来，刘德华来，这么过。没去过，正在表演。哦，拍谁？拍谁？因为长得像嘛。我太太到现在一直以为她嫁的是刘德华，她说我下巴很像刘德华的膝盖。刘德华声音，我研究一下，不是很像，但是近来。寻寻觅觅，在无声无息中消失。很像，总是找不到回忆，找不到曾被遗忘的过去。老师可以弹吗？龟壳。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、痛悲、痛心、痛恨、痛失自己。哎，太像了，太像了。谢谢。其实还有一位，我小时候是看着他学他，我才可以喜欢演艺圈啊，就是火鸟高大哥的歌。哎呦，我小时候一定要表演他的歌曲，然后让爸爸妈妈还有邻居看。哦，真的，我一直其实都很喜欢他的歌曲，只是因为我没有机会说。不过呢，说实在，我知道，康康哥，你其实对于高大哥，从一开始，然后到他离去，其实你照顾的无微不至，包括他的家人，对不对？就是能够尽量的时候，我们就尽量嘛。因为他到最后走的时候身体很不好，他打电话给我说他的演唱会在这个3月8号，他说三八妇女节大家都要来三八一下，他还是带着很乐观的心。但是他在2月18号有一个记者会，他希望我能够出席。我说没有问题。2月17号晚上就听说他走了。有时候这种人世间，我们不能够决定生跟死，但是在那个过程中，你应该是做到了完全尽力，而且让他应该是很安慰，因为我觉得你跟他的交情是非常非常好的。是啊，是啊。我有一个照片，我想要让观众还有让你看一下，你看看这个照片，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应该猜得到是在哪里？我们来看一个照片，来。这个画面是他演唱会的演唱会时候，对，旁边那玉芳嘛，对，啊对对，这个演唱会呢，我当时看的时候，我非常的感动，然后我没想到说底下坐了那么多大牌的艺人，还有连长官都来了，是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，好不好？可以，来看一下。前段时间我经常到各地去演讲，很多朋友都希望赚很多的钱。不管怎么样奋斗，我发现生命中最大的财富就在你的家里。如果你有了钱，你没有一个好的家庭，你不是一个富有的人。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，光有钱没有用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除了健康、家庭、朋友、休闲、钱，还有我们的思想，这6点都富裕，我们才是一个富有的人。
所以我说每一项在生命中占60分，六项就有360分，360正好是一个圆，可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家。所以我曾经到马来西亚去，我碰到我们的好朋友姚淑荣，我问他，你那么有钱，你什么都有，你最希望的是什么？他告诉我，他最希望的就是没事。我忽然发现没事真的很重要。如果徐明在奥林匹克打一个电话，他接到的时候，家里是告诉他没事，他多快乐。所以我们学会了生活，徐明教了我们生死，其实他也是我们的老师。我就感觉到平常如果没有重视到家庭那份无价的资产，是最可惜的。我进入演艺圈犯了很多的错，很多人不知道原因那是因为我没有一个长辈在我的身边。今天唱这首歌献给我的父亲，我相信我没有让他失望。轻牵着我的手，走过草地，爬过山坡。你说那青山永远挺立，流水它永远无尽头。人生是一场血泪的战斗，牵着我的手，走过草地，爬过山坡。你说那青山永远挺立，流水它永远无尽头。人生是一场血泪的战斗，
这个看这个影片的感觉真的是很大的感触。这感觉他还没走。对，我觉得高大哥是一个很了不起，很了不起。是，其实他除了唱歌，其实他的口才能力非常好。是，你看他刚刚讲的话，没事。非常哲学。对啊，就是说当人家你都没有事的时候，突然接了一通电话，可能是你的朋友，对，你的亲人，对，哦你。突然怎么样了？那一天好像是徐明大哥的女儿，好像也是对想不开嘛，对，所以他才会讲那个。所以说平安就是福，没错。在我都没有节目做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在写歌嘛。对，因为你做节目的时候都在搞笑，那你可以休息的时候你可以创作，甚至你可以到pub 去唱歌，那你就可以去美国作秀，这是一你可以去拍电影，这个是能量，对你有你才有时间去结婚。曾经就是有一次，我老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，他是台南的里长伯，然后他们有一场活动呢，要表演给乡亲们看的，然后那一次呢是请了 Marquio， 但是 Marquio 那时候突然间不能来，然后就想说该怎么办，赶快就打电话给康哥，康哥说不要紧，我来。马基要提偌济，我就提偌济。我讲哈，阿你今日差伤济，歹势。伊讲不要紧，我就是来甲你收听的，嘛是来听马基哦。哦，你敢不知呀？我甲阮翁哦，咁要跪落去了。真正有够感恩，后来刚才那一场哦，有康哥来帮忙，不然就真的完蛋了，没有办法对所有的乡亲交代。真正是台南乡亲会好起啦。书上写的非常简单，他说当你现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，你应该要觉得惜福，因为人真的要拿一本书来看的机会都没有。嗯，所以当我们如果工作卸下来，或者刚我们没有那么忙的时候，其实就应该要去享受人生，甚至于你说你又可以结婚，又可以当导演，你还要恭喜是你这个节目给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没有那么多，你才可以做这些事。宪哥有跟我讲过，他说你在高潮的时候就要享受掌声嘛，是，那你在低潮的时候就是要享受人生嘛，哎，没错。康康哥在聊天，我不知道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对康康哥还有我现在对他印象是不是一样，就是觉得康康哥原来是一个非常稳重，甚至非常有内涵，而且是完全正面能量的一个人。要正面思考，真的。下一次有机会再来做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然后我要再跟你一起。刚才是圆梦那首歌，我当鼓手，我现在要跟你合唱这首歌曲，是你喜欢的歌曲，我喜欢的歌，我来帮你演奏，好，我来跟你合唱，好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好。
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说一句话就走，欠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谢谢，太有才华了，康哥，不要这样说，我是为了你，我练习了一下子钢琴，弹的让我感觉好像在 piano bar 的。我其实就很喜欢，身上又没带那么多小费啊。我其实平常就很喜欢练琴啊，练鼓什么的，所以特别派上用场。今天我真的很开心，跟你聊天，然后又感觉到你的新的节目开播一定是收视长虹，谢谢，我们一起来祝福，对，我们两个一起来创造美好的未来。哦，对，这句话说得太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共同创造，这是我去年的节目，好不好？好，当特别嘉宾，来，谢谢康康哥，我们下礼拜见，拜拜，拜拜。